齿有很清楚的同时，你的结节却让你的小的时候很幸福，现在是他的辛苦有点代价，大家都养得这么幸福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听话，啊，所以花的哥要继续下去，我们要孝顺。孝顺父母亲，孝顺那个婆婆，孝顺那个爷爷，孝顺爸爸妈妈，这个不要继续下去哈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家庭就会很幸福、很快乐、很发达、很兴旺、很兴旺。那今天你的感受就是说，对这个家庭的教育，过的地方是很，比如说这代朗克讲那个朗克话。叫那个客人呢、啊，还是没有周到的地方。我们电话打来了，那我们的停车场在哪里都不太清楚。一方面你们打架了没有分我去找你们，去不等我们。啊，这个是遗憾的地方。表示我是客人呢，我就想去了。这个是礼貌，这个是礼貌，而且我跟你。那个大姐的大女儿，婚礼已经好几十年了，她正在很想念她，但是因为我的职务上没有办法经常来，所以今天特别来很高兴，所以要大家多联系，我们亲戚的那个住址、电话，是不是这个写在信里？所以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，他们有没有？有的话就不要客气，就还要打球啊，比如说要到中心新村打球，要到那个南头去打球，因为是给他加加油。什么都太累了，打球要回来这里拜访大家，因为我们有事了，所以必须要先走，我还要赶回这个中心新村。希望大家哈、啊、健康快乐愉快。发大财，没有了，健康最重要，小六，你叫我来，你跟我说，爸爸就说好。